美白牙齿要当心，病患牙龈惭愧烂。是一个年轻女生，20出头，去房间的某个 SPA 馆做牙齿美白疗程。她是药剂给你自己涂那个药，然后她就照光，然后回家之后，她就觉得牙齿很酸，就超过一个礼拜，她觉得牙齿非常非常疼痛，连牙龈都开始红肿，她就跑来我的门诊求诊。她有一些很深的蛀牙，所以到最后都抽了神经，整个牙龈都溃烂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